咦，好厉害！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这个地方只有我和爹爹知道，嘿嘿。偷偷告诉你，有个帮我治病的好朋友，就住在下面。哎，好久没来，也不知他自个儿的伤养好了没有。你也一起下来玩呀。狗心见状，还敢顶虎先锋名号，接着做那黄风怪的手下？哼，兄弟又如何？老子早晚要报这个仇！那小孩的爹逃了，正愁没人送吃的来。